福全健保提供一项慢性特殊需求计划，称为全家计划，福利包含健康食品津贴，每年高达1200美元，还有针灸服务，每年高达2500美元，且无需转介。PBO 牙科津贴每年高达2300美元，弹性津贴每年高达1100美元。这个就是福全健保，揸紧时间，年度投保将于12月7日结束，欢迎立即来电。福全健保，健康文化为本，福利周全为先。